据媒体报道，由中国著名艺术家刘晓庆主演的话剧《风华绝代》将于10月赴悉尼演出。该剧新闻发布会18日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。话剧《风华绝代》讲述的是19世纪末传奇女子赛金花的故事。赛金花从一个状元的小妾，到成为同八国联军统帅交涉救下北京城的英雄，再到身无分文的流浪者，最后又成为苦尽甘来、获得真爱、焕发绝代风华的女人。赛金花以扑朔迷离的经历，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留下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